下半场放松状态啊，我跟你讲，希望大家甲 A 联赛根本没有什么礼尚往来啊，没有什么温良恭俭让，能多打几个就打几个。有着16年戎马生涯的王健林，在打造这支俱乐部时拿出了他的军人做派，而且相信众想之下必有勇夫。他的名言就是比赛拿下，奖金翻番。就说单点啊，最后我把香槟准备好。新的霸主大连队的风采。这一段岁月可以称得上是大连万达闪亮的日子，三连冠的辉煌，至今无人能破的55场不败纪录。而足球这根金手指也奠定了万达集团腾飞的品牌基础。